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一套百家乐的设备，能够控制装或者弦，要开哪一家都可以。我们现在随便洗牌，洗好牌放进牌靴，我们想控制谁赢谁就赢。我现在要弦家赢 ，Player Win。弦家九点，对吧？现在我要庄家赢 ，Bank Win。我要庄家赢 ，Bank Win。我要弦家赢 ，Player Win。我要庄家赢 ，Bank Win。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德州扑克的出签设备。这个是放筹码的盒子，3片、4片、5片。现在五个人玩德州扑克，看一下，5、4、5、4，五个人玩5、4。五最大，四第二大，看一下，已经出现顺子了。第五家顺子，这一家是一对 K， 一对 K。是对的哈。现在人数加到了六个人。二一。二最大，一第二大。这一家葫芦，这一家顺子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将人数调节到七个人。看一下，七四，这个最大，这个第二大，哦，对 K， 对 K 都不一定是赢的，顺子。对吧？这一家是顺子的，这家只有两对 K 是两对而已，有时候拿 A 勾啊、KK 啊都不一定能赢，对吧？准确率100%。